我希望你在第一环节的最后再仔细的审视一下你今天填的报名表，你的期望薪酬要做调整吗？如果你还坚持2万的话，真的不调整。那好，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徐婷林刚刚第一轮的综合表现来做选择。通过这一轮聊下来呢，首先我觉得他的方式还是比较偏线下传统的那种销售模式，对于目前的互联网营销，他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一丁点这方面的内容，而这个恰恰是大势所趋。我觉得无论从销售的角度、营销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品牌策划的角度来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一点您完全都没有考虑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活都没有想到，可能就是不太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吧。徐先生，我一直没有说话，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全场吸引不了别人注意力，最核心的是你的沟通表达力真的是太弱了。你在舞台上，我们至少知道，第一是这个舞台观众是谁，他想听什么，然后你自己是主角，你想说啥，还有最后一个，在这个场合当中他最需要表达力是啥，都没有抓到点。这样吧，婷林，虽然最后没能求职成功，但我推荐你台下你分别在新媒体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当中搜一搜我们各位企业家的产品，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在做自己的产品推广和营销的。因为今天面试你的是他们，如果你的审美和他们无法达成共鸣，那么你也不大能够求职成功。好吧，那好，感谢婷林，谢谢，谢谢，再见。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2010@126.com。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呢，也想像我们的12位企业家一样，通过我们的节目招募人才，赶紧将您的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com。好，以上就是本期非你莫属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